开始啊！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家眷宝阿全蹦蹦。那又来到了我们的开箱文啦、啊，先放个音乐啦，我小夸哒哒。咻，好啦，这次开什么箱呢？就是开这个叫做之前有一个暗黑骑士的前线的一个活动哦啊，你只要解任务，他会送你暗黑结晶。那暗黑结晶呢，可以去一楼限定制作家。这稀有武器箱子，不就是娃娃加变身卡，娃娃卡、变身卡，不硬币箱。那按来变这個，按来变这個，因为我会当做细改，我几只账号会当设，我几只账号中间有细改让做、哦，包括分身，我们来做看看能不能成功。如果能做成功，那当然真细件就有着落啦，真细件就有着落啦。哦 ，OK， 那我们先去官网看一下他这次的活动的内容是什么。打开显示器，自创特效，啾！哦，还记得这个活动，就是一个礼拜，啊，明天最后一天吼，维修前要把它用完。那主要就是暗黑结晶体啦，材料利用七个会当去做稀有武器箱子，然后如果大成功的话，会有一个英雄武器箱子。对，那这个几率一定就给，但是按来试看卖下嘛。有做有机会，无做就无机会。啊，做过啊就爽，无做过啊无要紧，免费的，卖去抱怨。哦，安尼安回到游戏内容，直接来做看看。先把显示器关掉，移除。好，好啦，首先是我的主角色吼，骑士八十级这一只，也当做一盖，做一盖。安来变看卖啊，啊无过的话呢，无过的话，安克来做迄个其他级。其他啊，这个等一下多的我就连这个也都做一做啊，做一做。好啦，一、二、三，处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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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酱吧，有没有？失败，正常发挥啊。我紧失败，我紧失败，安个我变啊这，安变哇两个，我安变娃娃好啊，变娃娃，我需要娃娃，来吧娃娃，噔。噔，哎，两个都成功，哎，还不错哦，还不错哦，还不错啊，那就直接开啦，确认，就这样让我 A 到了一只红娃，也不错啊，没有，这白娃，然后哎，这个失败有送东西，粗糙的武器箱子打开，这不能打开啊，我看一下是什么，哦，6月19号，使用时依几率获得一般武器箱子哦哦，维护完之后可以用，哎、欸，还不错哦，还不错哦，还有机会拼到蓝武哦，蓝武器。OK， 那先留着，先留着。好，再来是别支账号哈，我们先飞回去。我够冷架，哦，框外打应该拢知影，我够冷架。安来切换一下，切换一下。安先开。龙骑一只，这只一定七来一级吧。这只未来要变，嘛是要变八十级，可以会当盒子变。好啦，这一只一样吼，还是一样合一次的机会，制作一次的机会。加，嘛是赶快会当这冷盖娃娃。哦，制作了以后 ，stop 的，处理处理处理，加酱吧，有没有？失败。至少来个成功吧！哦，第二次失败吼，我们还有两次扣的，还有两次扣的。然后失败一样会给你一个什么粗糙的箱子，是6月12号给当亏。好啦，赶快这娃娃吼，这娃娃，一二三，制作制作制作，处理处理处理，有没有成功？成功？哎、欸，冷盖失败，阿桃花冷盖成功，我以为很好做哎、欸，哇，结果都失败啊！那欸还有可以做这个啊，那这个把它做一做，不用啊，这个也会失败、欸、不做还是浪费掉，欸有成功，不做白不做嘛，齁难共哦，20个名誉币，好少啊，好少啊，好 OK， 切换另外一只妖精，妖精这一只可以做两次，可以做两次，应该是说如果我明天，明天也不行啊，今天礼拜二，明天就凌晨5点就维修了，所以没办法再拼。哎、欸，那我为什么其他的啊？我其他的有偷做娃娃卡啦，对，所以像妖精这一只就没有做，它可以做两次吼。
能盖机会，哎、欸，好、哦、失败才能再做。好啦，第三次哦，那个稀有武器箱子大成功的话是红色的箱子，红色的箱子来啦，处理处理处理，稀有武器箱子有没有失败？第三次制作也是第三次失败。哇，这个几率实在太让人匪夷所思啊！人家拿些武器也不爱给我，对啊，拿些武器现在也没说太贵啊，对啊，大小三也好，对吧？好啦，处理处理处理，稀有武器箱子有没有啊？试盖细改细改拢失败，失败为成功，他妈妈他妈妈。好啦，那就以上这个活动的限定制作的箱子呢，从失败中再度失败。哦、我做这个箱子从来没成功，对啊，蛮可怜的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一个开箱几率的一个活动介绍啦。如果喜欢阿全的频道呢，左下角的群组可以扫进去，然后下方影片可以帮我按个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谢谢各位啦。我日版、台版都会持续开播下去，谢谢各位，我们下一次影片见，各位再见，拜拜，蹦蹦，再见。